搬来吉隆坡这个大城市已经六年了，辗转落脚过不同的地方，终于找到最适合自己安居的家。30岁的成人生活，要的不多，却越来越向往 less is more 的生活方式。一份简单的早餐，少了自备的麻烦，多了时间为自己精心打扮，整装待发，迎接全新的挑战。在打造梦想的路上，少一点犹豫，才有更多往前的动力。在生活里，少一点处理杂物的时间，就多一点自我增值的时间。少对未来挂心，就从现在开始锻炼自己的身心。除了专注在自己的身上，也要将时间分享给所爱，比如说我的毛小孩。烘焙让我学会了专注，沉浸在时间的缓缓流动中，慢慢释放工作的压力。当然，能够和朋友一起分享，就是最快乐的时光。Pavilion Damansara Heights 提供我安心生活的所有，让我少了生活的担忧，多了享受的自由。We'll be right back.